左边看完中间，中间再次，大家换一下 pose。OK， 其实我们这次这个演唱会呢，最重要就是以关怀艾滋为主，然后呢，希望大家能够用音乐来消弭对艾滋的一些恐惧啦、污名啊这些，我们可以慢慢慢慢的经由这个音乐软化大家的心，我觉得这是我们这次的初衷。所以我们希望这次有原住民的歌手，然后有像我们这个年代的歌手，还有年轻的歌手，我们希望一代代这样传下去。我们希望慢慢慢慢，不用快，不用急，但是大家能够让爱都相同。